臣已到。英吉大人，别来无恙。啊，家乡习惯，这东瀛榻榻米坐起来。 甚为不惯，甚为不惯。听闻此行，大人是奉命赠一块奇石，据说是天降之物，比东海的夜明珠还要璀璨。此乃我朝天子所赠，为先世的足利将军祈求安宁。 可不敢有任何差池。足利将军现在大势已去，你们千里迢迢东渡而来，我想死于风浪之中，也是很正常的事吧。 喝两杯啊！对啊，这有家酒吧不错的。赶紧准备拿医血了，亚瑟出去卖一下。大家都快一点过来草丛里面等着。亚瑟呢？哎呀，寒心干什么呢？别在外面转了，赶紧的。 小哥哥，可以和你一起玩吗？什么？哇、哦，这个吕布的大绝了，一下当中了5个。你们别在这儿愣着，快点跟上，快点！可以吻我吗？kiss。 又一个上钩的。啊！ 哇！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让人拿了人头啊？回家看，直接都上高地塔都破了！快点，快点回来防守，知不知道？你，
Hả?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住手！追击者九条在此，请容你再次放肆。我下次还是换二龙吧。超凡通用音 ，plus。是什么模糊了我们的双眼，让我们看不清外星人的真正面目？第四代追击者专利超凡投影仪 ，plus。超接地气的使用方法 ，so easy。月光光，心慌慌，超凡能量不可挡。外界再生时，环保超凡便利贴。作为追击者，经常被很多不便携带的装备所困扰，但这个超能磁场纳米技术的便利贴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而且一贴见效。总算把你分离出来了。我去，怎么长得这么奇葩？这是一个引领时代的产品，低噪音防扰民吸能器，静悄悄，一口气吸五只，不费劲。现场非常可疑，昨晚附近的监控同时出现了故障，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？死者既没有被抢劫，也没有被侵犯的痕迹，没有杀人凶器，没有杀人动机，也没有犯罪嫌疑人。按照我的分析，这应该是……照片拍完了吗？喂，你是警长还是我是警长？哎，你是？知道就好。童真，你的主要工作还是拍照吧？你以为你是在 cos 柯南吗？现在光线还不够好，我需要等10:30的色温。既然这样，那你自己慢慢的等吧。啊，对了，梅雪，听说附近还有不少的店铺，或许会有线索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吧。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你去，你去干嘛？你在这儿好好拍照就行了。去这边。好。挺漂亮的，太倒霉了。等一下，
作案手法怎么会这么奇怪？什么人会这么做？这也太残忍了。等一下，从犯罪心理学分析，变态杀手都会回到现场欣赏自己的杰作。真的来了吧？虽然只是越过一个警戒线，但是这种轻快的动作一定是练过的。我只是个实习警察，连武器都没有。对方是个高手，怎么办呀？不准动！你是谁？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？死变态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你想袭警？你是警察？我看起来不像吗？你说你是不是跟昨晚的袭击事件有关？啊？警察？这证件怕不是假的吧？而且这里怎么写着实习啊？糟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下次再找你算账。你的嫌疑还没有洗脱，你说你昨晚八点在哪里？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昨天晚上八点我还在外地，而且我来这里是为了参加 ABC 48的面试。你看我现在真的要来不及了。那你穿着披风干什么？我要是穿着女团练习服在外面走，不是更奇怪吗？不奇怪，穿着披风更奇怪。你为什么来到凶案现场？看到这个路没有？从这里过去就是了。我想抄个近道。哼，又面试又抄近道的，你这个谎话编的也太假了吧？怎么看都是个极度暴力的人物，别想从我手里逃走，跟我回去。没时间解释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被突然冒出来的人纠缠，差一点被欺负了才会迟到的呀！哎呀，让人担忧啊！不过我说呀，你那个僵硬的动作是怎么回事啊？竟然没有我可爱！就你这样还想加入女团的啊？别开玩笑了！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？你是他欺负我才对吧？我吴萧月，来自中国四川的一个武林世家，我的爸妈都是武林高手，而我背负着这样的身世，却一心只想成为一个女团。别人在练气息，我在练我的唱功；别人在挑水，我在练我自己的舞蹈。我好不容易在我们成华区的武术大赛获得了第三名，才有机会来到这个应征现场。我出生到现在22岁，我觉得我就是为了参加 ABC 48的面试而生的。不管有多少的困难，我都一定会坚持下去。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Stop！ 你以为现在是什么年代啊？你这种伤情漫惨的人设，观众已经不喜欢了。你回去再把自己的人设好好想想吧。嗯，请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你又是谁？在下正是除暴安良、刚正不阿、维持社会安定与公正的化身，现任犯罪现场资料搜查摄影师藤真。什么玩意儿？现在的重点是，这位小姐的确是因为我的误会而造成了迟到，希望各位领导能够给她一次机会。看着她对梦想的执着，让我深受感触。毕竟我也梦想能成为一个像歌
柯南那样什么案件都能搞定的人物啊。混账，我们也是有原则的，我们也要对所有选手公平啊。谭森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，半个警察，不能丢失你的尊严，给我下来。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，下个月呀，还有一次面试，就让你参加吧，怎么样？小雨小姐，真是对不起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误会，你今天也不会迟到。算了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而且我也得到了新的面试机会，就放过你吧。这么容易就原谅我了？啊？没事没事。不过，你的这个技术确实需要提高。你的技术能征服他们，那我也不用去下跪了。那，你今天跳得这么辛苦，一定很饿吧？不如我请你吃好吃的。我一巴掌拍死你哦，你也太抠了吧。其实我不比你好多少，我只是一个实习警察，没多少工资，上警察学校已经花光我所有存款了。看来你不只是抠，还跟我一样穷。那这样吧，你可以选30元的盒饭，会比20元的多一个餐。算了算了，我就吃20元的吧，我就当减肥了。真的？啊。那我要吃30元。那换一个，我也要30元。不行，你都选好了。什么啊？这期的海盗老王。为什么菲菲没有和吉士在一起？作者脑子进水了吧？这个美美是什么鬼？画的好丑啊！一个丑女人出来破坏了两个男神的友谊啊！这里有刀片卖吧？我要寄刀片给小野。小野，别画漫画了。别画了，这样的剧情。欢迎光临，还需要什么吗？请给我一包烟。好的。嘿，给您。18页连载没有画呀！那不是小野吗？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丧的吗？你居然能听到阿雅的哭泣，他没关系吧？我恨你，是吗？你喜欢什么呀？要作者寄刀片。这个小姑娘居然能够跟艾雅人抗衡。下个月单行本出不了了，下去吧。用这个。这个在反面，快贴他头上。
这是伤到了手臂，没有大碍。什么？周刊漫画作者完成不了连载和四六有什么区别啊？小野先生，你还是先别画了，再画你就真的没命了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你又是谁？我就是名冠九州、威震四海的追击者九条。哎，没有听说过哎。追击者啊？九条？我知道，麻将嘛。认真一点，小野已经被碍眼人盯上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嗯，有一个地方很安全。原来如此，今天鳗鱼饭半价，我要一份。还有烧酒一瓶，豆腐煲、大阪烧、玉子炸虾，再加一个海鲜锅。这么多你吃得完吗？那我要天妇罗拼盘、扇贝套餐、炸鸡块、青鱼烧、乌冬拉面、松茸汤、秋刀鱼，麻烦你了。你那么吃的话肯定会串胃的。我要三文鱼寿司船、怀石料理16道那种，麻烦了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喝水就行了，喝水就行了。已经全部记下了。哎，等等，刚才不是说讨论碍眼人的事吗？我们为什么在这种高级餐厅吃饭？其实这里很早以前就是追击者的基地，因为追击者没有经济来源，现在被卖出去做了高级餐厅。追击者在每次战斗之前都要来这里进行一次祈祷。明明是听到小野说请客，想宰他一顿吧？说的好像你没有宰一样。没关系了。今天谢谢大家救了我，而且漫画家的钱平时也没有时间花，你们请便。好的，那我请便，一会儿再点一些打包。其实这件事情要从600年前开始说起。当年外邦使臣受命赠来一颗奇石，本以为是天降的奇珍异宝，其实里面附着着可怕的外星生物。外星生物？没错，它来自遥远的艾雅星，在一次意外中乘着陨石来到了地球。当时社会动荡，官商勾结，逼良为娼，老百姓饱受疾苦，却又无处发泄，只能祈求苍天有眼，惩治好身。艾雅人恰好可以通过这种情绪产生强大能量，开始攻击好身，并企图利用这种能量在地球上开始新的繁衍。还好被当时的追击者拼死将他制服，而现在他却重新苏醒。那他为什么会攻击我呢？好奇怪哦，我又不是什么豪绅。其实外星生物攻击的是老百姓痛恨的人，应该说是这些骂名给了他力量。那真相就很清楚了，因为小野最新的海盗老王第666话，我还是喜欢女孩子呀，这就是原因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本海盗老王
是动漫杂志的超人气漫画，每一集都是广大粉丝讨论的对象。本来故事说的是五个海盗的友情故事，可是在第666话中，男主角却因女一而跟自己的同伴反目成仇，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对，而小野先生也成为了读者谩骂的对象。没想到你知道的这么清楚。其实我是小野老师的粉丝了，请一定帮我签名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些在网上发言的人都口无遮拦，对人随意进行网络暴力或者人身攻击，而爱雅新人则会把这些被骂的人当成攻击目标。那怎么办？九条先生不是追击者吗？请你一定要救我啊。我虽是追击者中少有的正统血脉，万里挑一，出类拔萃，但现代社会追击者能出马的机会实在是少得可怜。他真是太酷了，我特别喜欢。这个人不会再 cosplay 吧？好变态呀。什么？平常也只能给人看看星座运势，或者是帮人跟宠物再续前缘。甚至还有更过分的，让我用超凡能力调查婚外情，收集一些证据什么的。作为追击者，我还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危机事件。不过，我会借此机会好好表现。毕竟这是追击者的使命，我会准备好对付爱雅人的方法。在此之前，小野先生必须低调行事。放心吧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画这么狗血的剧情了。只要从热搜榜上下来，就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而下一个登上热搜榜的则有可能会成为攻击目标。为了对付爱雅人，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。啊，他吗？不是我吗？我要你这个拍照的干嘛？我需要的是萧月。你是要等我上热搜引爱雅人出现吗？不要了，人家人气只是刚刚起步了，估计那个时候人类都灭亡了。我需要的是你的力量。竟然无视我，我好歹也是半个警察。我是想做女团。不要争了，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的超凡研究所。这些都是我多年的珍藏。女团的责任就是传递积极和快乐，而追击者对抗爱雅人正需要这种能量。这些是 ABC 四八的绝版签名 CD 和海报。只有积极快乐的人才不会被爱雅人所控制。怎么样？什么超凡研究所，这不就是普通的二手公寓吗？骗谁呀、啊、你！超凡研究所的快递，请签收一下。
你改个名字也没有用啊！我是傻子才会相信你。走了。哇！女团真谛谁知晓？超凡九条少不了。这女团的成功之道，就我多年研究的结果，只有精通可以形容了。我可是看过900场公演的男人，只要你帮我一起对付艾雅人，我就把你培养成最顶尖的 C 位。这是干嘛？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准备的 C 位训练。这不是喝酒的地方吗？你看到的只是表象，你仔细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，是不是很有感染力呀？还差得远呢。看看你的杰作，哎，简直不堪入目啊！作为一个女团，一个随时要准备好面对艾雅人的战士，你必须要时刻有紧张感和危机感，时刻保持警惕。对局，胜负就在一瞬间。站在您面前的是本市发传单的一切，只有战胜了他，你才能在可爱界立足，遇强则强啊！好厉害，每个动作和表情都渗透出可爱的诱惑。藤真，好特别。
连后期都忍不住给他加了双倍的特效。耶！追击者神面对艾雅星人时需要稳定发挥，就好比说唱一样，不能跑偏一个字。舞台上的失误最多只是被淘汰，而追击者的失误就没机会再来了。为什么我的心扑通扑通去跳？为什么这么紧张？难道是……先生你好，账单一共是3400元。不好意思，再加个果盘和一打啤酒，那家伙付钱。好的。一定是因为我预感到要交钱了，怪不得心跳那么厉害。这家伙每天吃喝玩乐，到底靠不靠谱？说是追击者，但至今还没见到他的本事。不会是靠传销的吧？超凡投影仪。现代社会，画能量阵太不环保，粉笔会搞脏地面。而利用这个超凡投影仪，就能瞬间投出追击者常用的101种能量阵。而且连平时极其难画的能量阵也能轻松完成。啊，这个我看过，还可以，就是男主角的演技浮夸了一点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昨晚看完忘了切换片源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好吃的吗？这回严重了，要死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看漫画吧？鬼武士厉害了，我的亲。那是一帮被魔化的武士，他们穿越到现代都市大肆杀戮。小天扮演的正是大战鬼武士拯救世界的男主角，但是小田这种演技的话，分分钟会被人喷死啊。老实说，如果我不是警察，我都想揍他一顿。快看看网上评论，这个小田很可能会成为艾雅人攻击的对象。小田滚出娱乐圈。一个只有颜值的人演什么毁什么，他做什么演员呀？又要真人回原著了。就是啊，流量可以当饭吃。虽然小田很帅，但是演技真的一般。看了眼真是浪费资源。这种演技趁早消失吧。演技烂透了，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换人换人，绝对不相信小田。退出娱乐圈吧，绝对会毁了这部作品。陈若太不靠谱。你怎么知道小田在这儿？你看那边，有一大波粉丝，真的，好大一波！笨蛋，不要看不相关的，看那边。不准回我神宗！不准回我神宗！敌制小田出现鬼武士！敌制小田出现鬼武士！不准回我！这负能量好强啊！敌制小田，很危险。不准回我神宗！一只小天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关于这点呢，我会用我的来了。不准回我神宗！不准回我神宗！
回事？考的就是这个。贴上他在暗哑铃的眼里，看到小雨是小田的样子。变身贴，你还要做多少广告？快走！走！走！搞什么？这个是整人节目吗？你们必须先和我的经纪人联系。我经纪公司要发出通告才能拍摄。小田先生，你现在很危险，你已经被一种外星生物盯上了，他会杀了你。真人秀吗？我说过了，先和我经纪人联系。小田先生，虽然很难相信，但是是真的，继续拍下去你会没命的。你不信我们也没关系，但是你该相信你自己身上的伤口吧。被艾亚人抓伤的地方无法愈合，而且会有黑色的毒气从伤口中流出，你看到了吧？我能感觉到你身上的气流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是因为你演技不好激怒了观众，才会被骂上热搜。艾雅人专门攻击在网上被喷的人，你只要放弃出演鬼武士的男主角，等风头过了才能保命。不用说的这么直接吧？没有关系，其实我演技差我自己也知道，我又不是不看评论。很抱歉，我不能答应。难道你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没公司的股价重要吗？不是，这个角色我和粉丝们都一样，都很喜欢这部漫画，所以我很珍惜这次演主角的机会。我出道的时间本来就非常的短，每次经纪公司都是直接甩大的项目给我，我根本没时间选择，也没有时间去磨练我的演技。但这次我为了这个角色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。我的梦想是能成为一个好演员，让观众记住我演的角色，而不是我的样子。但是这样你会很危险。如果这么容易就做到的话，就不叫梦想了。怎么办？小田不配合，你有把握吗？网上这么多人骂他，多十个我也不行。三年后就是鬼武士开机的日子，到时候媒体肯定聚在一起大肆宣传。三天后是日月重叠之日，艾亚人力量最盛之时。小田真是个倔脾气，还不是因为你说话太直接。我本来就是想做女团，又不是要做什么追击者。你看你哪里像女团？女团有你这么粗鲁的吗？早知道你没那么好心帮我练习，我看你根本就不适合做女团。利用我才是你的初心吧？你别吵了，解决问题最重要吧？现在，闭嘴！你只是个拍照的，还真把自己当警察呀？哼！如果这么容易就做到的话，就不叫梦想了。这是给你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下午说话有点过分。不，你们说的是对的，我确实没有做警察的才能。我才是没有做女团的才能吧？这一点我不同意。我拍了这么久照片，你的笑容让我印象深刻。
不用安慰我了。不，照片不会说谎的。女团就是给人带来能量的。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。这张留给我做纪念吧，以后我可以和别人说我一个女团朋友。面试那天加油，一定可以的。那你们呢？对付邪恶本来就是警察的职责，我和九条会想办法，你放心吧。啊，这是九条让我给你的。给人带来力量吗？今天不是面试吗？你怎么来了？2点面试，现在才1:30。刚好，可以多拍几张照片。不能过啊，这里正在拍电影呢。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？你们看起来有点可疑啊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哦，原来是演被砍死的跑龙套啊。进去吧。谢谢。早上好，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哟。啊，原来是小田经纪公司的师妹来客串啊。啊，太可爱了，快快请进。谢谢你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进。谢谢。哎，等等，你干嘛的？我其实是一个警。我是拍剧照的。啊。这场戏您有什么要求？全部实拍，一条过怎么样？您说要全部实拍？那这3000个鬼武士的预算。你没听到我说全部实拍吗？插死了，不就不用给钱了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但是，我们这500个飞刀的预算也没有啊！我再拿个新的去玩大海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没有预算了，还问我怎么拍干什么呀？随便拍就行了吧，拍那个小鲜肉的脸就行，啪啪啪，反正预算都花在我身上了，贴着脸拍。拍完叫醒我。好，各部门准备拍摄。
子冲我来！停！变！暗哑人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。糟糕，威武是被暗哑人控制了。他们怎么不倒下？情还不错。不要发呆，拿出真本事。哇哦，这个出场太帅了！我没有看过剧本，有这个角色吗？没有，我也没看过。不过应该没有的，导演。继续，用开心舞步对付他们。现身了！哦，你们躲在一旁，我来对付他。吸收到自己体内才能消灭他，快用我准备的超凡神器！这个能有用吗？这个很厉害的，吸收力度强劲，还有音乐功能。你不会也被吸进去吧？没关系啦，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暗哑人。怎么可以？肯定还有别的方法。这就是我的宿命，作为一个追击者，背负了守护地球安危的使命。也许没人能记得我是谁，但是我必须要坚守自己无愧于心的正义。放我出去，你困不住我的。小月动手！无量不可挡，九九归一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也一定要保持快乐。小月，要不要我请你吃饭啊？30元的。
喂。什么？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中心公园发生了很多离奇死亡事件。刚才的那些就是我的漫画新连载《超凡追击者》的大纲啦。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更多人带来勇气，去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挫折与挑战，坚持自己心中的梦想。最后也希望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不要太吐槽我的作品哦。